TWICE 子瑜势不可挡，担任时尚品牌 SOOK 的牧师。来看看报道如何评价一下子瑜的服装。子瑜精致而有力的形象吸引了他代言的品牌，是一个简单的决定，因为它符合他们的方向。子瑜最近为他们2022年春季新活动做了模特，首先是这一套黑白配色的套装，子瑜在西装外套下面穿着一件短款的衬衫，并将头发梳成马尾辫，这是为了现代女性准备的办公室服装。然后就是 V 领连衣裙，子瑜穿着一件华丽 A 字剪裁的 V 领连衣裙，然而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就是 Lace。白色高领毛衣，在寒冷的日子里面，这是一种女性化的穿衣方式。现在是完美的，是的，这件外套很漂亮，但不亚于子瑜本人。此外，她的短发非常适合她。最后，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，这件衣服建造着漂亮奶油色开衫，搭配着短款衬衫、高腰半身裙，还有微型包，子瑜穿起来明显非常的鲜艳。